国标女王刘真3月22号病逝，留下丈夫新龙与女儿妮妮，新龙至今仍走不出伤痛。新龙4号凌晨在脸书吐露心情，夜太深，无睡意，脑交战，听着歌，想着妻，痛着心，短短18个字却无限伤痛，演艺圈好友纷纷留言。陈为民回应需要兄弟一句话，郑仲英也写下新龙哥辛苦了，加油。一分钟的感动，一辈子拥有。平面媒体报道，失去刘真后，新龙暴瘦9公斤，常躲在家中房间，因为家里到处都是刘真的影子，从房间走到客厅都需要勇气。为了好吃蛋糕回去给妮妮吃，给我女儿，因为她跟我一样也很爱吃蛋糕。如今将迎来没有刘真的母亲节，她忍不住在凌晨抒发思妻之情，不少网友鼻酸为她打气，希望她为了女儿好好振作。记者黄一俊、林玉涵特别报道。